up in my hood, best dress. Next thing, upgrade. Hi. 如果一提到烟熏妆，你哋肯定觉得浓到要死啊！但是这种无需化眼线的高级小烟熏妆，有没有很心动？赶紧试一下吧！我今日要用 J 姐嘅呢一盘，妈咪佢话，我真系 very中意佢，睇佢个包装，你睇佢嘅质感高级啊！今日咧就大胆啲，唔用浅色打底啦，直接用呢只黑妈妈嘅色涂喺眼皮度。不变的是晕染要往上飞，眼妆咧好似个飞机翼咁，下眼睑前后都要涂满。 用呢只浅压闪色，还原我哋第二层眼皮，想亮片更显色啦。可以涂个遮瑕液打底，涂中间。好纠结啊！咁多闪灵灵，涂边只咧就你啦。亮片涂在中间，下眼睑嘅只是涂在中间。眼头咧用金色点缀一下，虽然不用画眼线，但是镂空的地方还是要补一下的。用刚刚的黑色填补一下。假睫毛咧贴呢啲简单啲嘅，冇贴嗰啲开花咁啊。 好夸张噶啦，嚟我们看全妆。